昨天我们那个联席委员会主席邱丽丽议员有才识啦，说我们要跟文化局做个协调。我想说协调的部分来先来跟大会报告，不过在跟大会报告之前，为了让整个议事顺利运作啦，我觉得文化局在昨天发的新闻稿针对本人的发言，我感到相当的不满啦。为什么？那种背后放冷箭的方式，有一点颠倒是非的那个状况，我觉得应该跟文化局当场说明白。所谓的二级单位，并不一定说一定要有人事或政风或会计，那都可以减，如果是减假因素要回给你，就不用进风啊。你要颠倒是非，好像看起来本席在主张的东西是在叠床架屋，好像是在增加人事。你造成外界误解，如果如果是你这个三个中心要运作那么好，现在运作很好，那你何必升为科呢？对不对？本席主张的是三合一，成为二级单位。局长跟秘书长讲，秘书长跟市长讲，说全事部不同意，全事部不同意。好无，局长，我麻烦你一下，市长讲的话，秘书长讲的话，全事部恁有发问无？恁有二级单位申请编制，有全事部发拍转来无？你的问调好啊。那我所知影，恁是要求八级顶升做九级顶的部分啦。我先来讲个八啦，迄无过无唔对啦，卖混为一谈啦，卖当作大家拢白痴共款啦。那有人个写新闻阁安尼写的？您看什么发新闻稿？你来发起来交代。一件吼，咱私底下讲啦，赶紧心心的啦。另外，昨我甲文化局长吼，甲迄个洪议员吼，有协调过啦吼。基本上吼，阮是希望讲吼，上少吼，爱按文资处内底吼，原底文化局所编定的诶，即个周边吼，文化资产技术组，还有包括文资发展组，有一部分是顶塔，有一部分是外包的性质带相当，这两组吼取消掉。吼，该做文资研究组跟古物管理组，吼，变成增设这两个，这样的组织编制，吼，通过为前提，否则的话，如果预算通过的话，吼，不得动资，吼，安尼了解无？迄个是不是？主席是不是我郭议员报告者啊？吼，伊唔是讲要叫你私底下噶，要叫伊现回答吧？是要？无啦，迄私底下的啦，啊，这件吼，噶是公开的啦，公开的处理一下就好啊。这附带关系是安尼啦，这组织编制吼，这个爱好过啦。一个附带决议的部分是不是讲，伊的工作执掌的部分会当像这个郭议员所指示安尼？迄个组织的名称，咱都来好啊讨论者，敢好？昨昏就是协调组织名称拢变更嘛，迄两个外包性质就清楚诶，佮包括吼有那种重叠性的业务、重叠性的名称，这两个拢提掉，换做拄则我讲迄两个。是不是组织名称？咱会当要来讨论一下呢？组织名称长得来讲啊，该做文资研究组啊，佮该做古物管理组啊，长得咱甲你讲了啊，就讲了，大家到尾顺便要信的，是长信袂赴的啊，唔是讲无要互你信吗？局长，不然你就问一下那个。啊，咱请。我要补充说明一下吼，昨个协议是安尼吼，就是讲吼，咱文化局有算通过吼，会附带决议是爱将文化局现阶段组织编制当中文资处吼所调整的文化资产技术组跟文化资产发展组，因委外性质居高吼，还有重叠部分居多吼，无需设置吼，因另外设置文资研究组。以及古物管理组。主席，谢谢哈。那个叶局长，我有几项问题要跟你请教一下哈，就是有关于31页的部分哈，我们重要展演的活动策展的委办费用，何以去年50，今年变成100万哈？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说。跟洪议员是雷同的哈。如果说我们现在艺术节多了1100万，我的建议你在说明事项应该写清楚一点，而不应该几个字带过叫台南国际艺术节。安尼对阮就无公平，你要叫阮可以找可以有时间有限哈。以前台江文化季古年200，个变几啊个？我想这预算规模的扩大一定有其理由嘛。那我们一定会做其比较嘛。你这笑喝水啊？更何况，譬如讲，意气媒合行销平台，这委外吧？我这自己办理，自己办，去年30，今年80，是安尼个加50万。更何况，佮包括吼，
你暂时拄则咱讲要出国的费用，你要出国的你编落。唔过呢，咱要补助民间的艺文团队，同款的32亿当中，去年400万，你确实来减做300万。就是讲你家己要用的，你增加；你要学民间的，你出来减少。你要哪说服人？还有刚刚有提到行村的部分，除了刚刚洪议员所讲的一条300、一条200以外，你伫48亿当中，阁有一个新村国际城市印象系列活动，编偌济？编500万。另外，你阁有营造吼生活艺术艺术城文化行村节庆活动，阁编80亿，嘿。啊，你分属不同的业数、不同的单位，但是呢，都是行村，总共的经费我跟他累计起来吼，1100万，啊，这是要发人包销。这个你总体你要说明清楚嘛，嘿呀、啊，啊，你要拍好线。第一个感觉就感觉你唱五省的感觉啊，叶局长，那种感觉不好啦。我讲哦，你五省你也要编，我要支持，你的写好详细，理由是啥？你要增加，理由是啥？我相信议员拢是真理性，会当接受你，吼、哦，对不？接受你的一挂计划。不过整体来看，大家鼓励我对文化局的业务相过偏重，这个活动的经费，这是一直以来大家对文化局的一个哈、哦、认知上的一种错那个负面的印象。不过你整个五省的部分活动的部分，确实节节上升，吼、哦，局长，我相信文化局不是一个文化活动局啦，吼、哦。我相信你的能力也不是只是办活动而已嘛，所以我希望说你把这资源的配置的部分能不能尽可能的符合，再给一分钟，尽可能符合我们整个台南市文化历史的一个总目标，你要形成这个总目标来配置来增加这个五省，相信大家都没意见。不过呢，你的五省当中呢，你文化活动的部分相对偏重，一个比例不但无减少，佮相对偏重的状况之下，你要安那来说服议会，要安那说服市民，你是安那一个一个小咧办活动，不是更加深了对外的印象吗？文化局变成是一个文化活动局吗？局长，这点敢会请你慎重说明一下，好不？啊，议员报告吼。啊，事实上，文化局嘛是接受到市长的支持，文化活动需要办的评估效益较办，吼、哦。啊，所以阮目前办的这个活动都是延续性的比较多，而且讲过去台南县市迄时阵有办的较办，位于县市合并了增加较大办活动的五省，都诶艺术节。台南艺术节吼，啊，所以这写无清楚的部分，我会将过议员大会表示抱歉，未来阮会写更加清楚，大家啊来了解啦吼。那另外，阮这些活动拢是阮同事啊伫来策划办理为主啦吼。啊，因为渐渐咱进了一个，尤其视觉艺术的展览的部分，已经走向所谓的策展人的制度了吼，所以今年靠一个100万的这个策展费用的这个编列，就是讲有关展览的部分，要透过策展人来结合跨领域的艺术来规划，吼啊，他那个格局吼跟内涵也会比较符合现在的艺术的潮流了吼，所以这个本我特别啊议员做安尼报告，那有关大家足关心，即个地方即个表演艺术团体补助。阮伫32亿这个所在，演艺团队扶持长这个补助春秋两季，则是编列是550万啦吼，是编列550万安尼。啊，我笼统安尼简单啦，这个贵议员吼做安尼报告。啊，新出重复的部分，我议员报告，这可能就是拄啊，长洪议员只是的相共，就是讲，可能阮因为业务单位所啊伫规划办理的，可能无同单位办理，所以有无同款的这个编列啦吼。啊，所以未来阮这会当要来做一个统合，吼，啊来做一个编列，安尼看起来可能，像各议员讲的安尼，说明个清楚，吼，啊，好议员咧审查的时阵，也会当较深入的了解安尼啦。出国补助计划100万吼，这是新的编列，往年咱无安尼的编列啦。出国补助
那是真的，新金的。跟议员报告，出国100万补助我们的表演艺术团队出国，这个是新编列的，因为我们每年吼，台南市的表演艺术团队出国去参加艺术节的团队不少，所以我们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编列。那希望我们议员来予以支持啦，是安呢？好，谢谢哈。那个局长，我想请教你一下哈，在关于这一个艺文活动排演展出空间的规划，你这边有一个委办费30万哈，另外还有一个艺文空间建制设计的部分，一般事务费有80万。这两个部分到底有啥咪无同款吼？这是我第一个问题吼，要来请教的吼。啊，有关第二个问题吼，你伫第34页当中吼，有一个文化园区吼，诶，维护甲文化资产的这个计划案的这个部分吼，这有一点有一个状况吼，我感觉你应该说明个好势吼，这甲你组织编制有所相关。组织编制你好像就定重视你的文化园区的概念的概念。是停留在一个实体的文化园区的概念，等于讲扩开这个范围，有一个结构的文化园区的概念。所以你列文化园区当中吼，后壁诶中亚，遐后壁诶小龙，迄个是文化园区。毋过过去啊，考前市长诶时阵啊，有九个文化园区啊，佮包括本市立议会当中有质询过咱诶赖市长，讲要成立一个司法的文化园区，赖市长嘛欣然赞同，而且说要采纳，这些都没有，完全没有进度啊。那到底这些文化园区，它要用什么样的钱来进行哈、哦、那个规划或者持续的发展？这点哈、哦，我要请你哈、哦、心中说明一下。第三个部分，你有一个新兴的计划750万对不对？街区计划跟历史老屋的振兴培力计划，这是新的嘛？是750万。这个新的计划案当中内容是啥？老街是啥？历史街区当中，你甲都发局、甲干部局的探讨，诶，状况如何？这个部分就是咱进前私底下的时阵，我就一再强调，讲局长，你应该建议市长，就参像昨昏早起，我嘛建议市长同款意思，应该甲咱现阶段台南坐坐关心文化、关心文史的工作者来做一个面对面的一个座谈。这点你昨拢无同我答复啊？是咱这个座谈是非常重要呢。因为咱是一个文化历史的城市嘛，我们自诩如此嘛。而跟这些人对话，你即便不是一个常设性的平台，你也要偶发性的作为嘛，嘿呀、啊。你唔好选举一搞的时阵，你搁甲要遮人相吹，迄个无依无属啊嘛，敢唔是？局长，我强烈的要求你啦，这样两当啊啦，要一半啊。你应该去搭市长讲，爱甲遮人好好讲，唔是参像顶间安尼邀请式闭门式的会谈，安尼无意思，足侪人就有声音的。这要探讨啥货？要探讨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咱一个徛一个后进的城市，咱一来咱期待迅速的开发。不过呢，咱搁以一个文化立市的城市来自居，咱搁希望保存一挂古有的物件。这两项文化甲开发的冲突的状况之下，咱要哪如何面对？这个大方向、大的政策，再给大的方向甲大的政策，市长。那无好好啊，甲这文化界大家互相沟通意见，变成是要开发人前进不了，要保存人保存不了，变成是原地踏步啊！局长，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这个迟早要面对的问题啊，否则的话，就变成独家咱去探讨的问题。文化局啊，就是要展现出来你的作为，展现出来你的成绩，你就是不断爱办活动啊，局长。我们期待文化局啊，能够让这个都市的亮点增加多一点。我们期待文化局啊，能够带动一些多一点的老屋新力出来。我们期待文化局能够提早进入一个文化历史的展现出来新的一个模式。局长，这拢爱跟人讲啦，这有法度无？是，感谢贵议员的指导吼。有关参加团体啦吼，我要求我阿弟啊，我嘛要求阮的同事。咱任何的政策的施展吼，啊，拢爱参加团体充分来配合啦吼。我嘛充分来参与做市长的部分啦。我想市长伊嘛是讲参民间团体的沟通的管道有爱就对啦吼。哦啊，所以这个部分是。
我知我知，吼、哦，这阮会好啊，要来规划啦吼，感谢这个桂议员吼。那拄啊桂议员有提过寡有剩的部分啦吼，想讲迄个300,000的部分，而是讲咱真做一表演艺术团体无彩排练习的空间，所以咱真来参教育局合作，有寡学校已经有闲置的教室。哦，譬如讲成功国小，也是大同国小，阮已经有接受到几间校意愿，因提供因的教室，啊，咱来做一个设计，做一个改装，或者表演艺术团队会当进驻到学校去做彩排，同时从学校艺文与艺术与人文教育课程会当做一个结合。哦，所以这个经费是安尼做编列的啦吼。另外是讲有一个750,000的。街区计划拟定跟历史老屋振兴培力计划，啊，这个部分就是讲要针对咱台南市的老街做比较，啊，然后界定出来那个老街的范围，然后提相关的振兴计划，包括有关老屋，吼，想讲真足侪人要改建老屋，但是老屋改建了之后，完全失去了老屋的那种味道。所以这个部分未来咱有一个平台，专门要来按做这方面的这个咨询服务就对了。哦，所以这个部分是呢？不是不是，有部分是我们自己执行的。譬如讲，咱要鼓励因阿姨的旧厝啊留落来。哦，譬如讲，咱要来做一个媒合工，哎，有人要找老屋，阿姨老屋想要释放，我们把它媒合。然后甚至有一些租金的一个补贴等等，哦，啊，咱今日已经有一个委员会，未来拢会透过这个委员会有一个补助办补助的办法诶计划是这个心定了对啦吼，所以这个部分大概是主要要做这个工作安尼啦，吼、哦，这个文化园区哦，啊，我真感谢啊，这个议员吼，我想阮的组织的部分是安尼无唔对，但是文化园区就是讲像静观地，阮台南区有九大文化园区。那这个文化园区，它还是有虽然它的范围加大，不过它还是有它点的部分，所以有关它的公共空间，公共空间属于文化单位，可以去把它做的比较有历史文化氛围的这个部分，也都在我们的计划里面了。所以常桂议员你只讲的是，啊，我们目前就是整体在做这个调查的部分呐，哦。那个感谢主席哈，那个局长，我想请教你一下哈，关于37页哈，然后我记得社区营造博览会哈，这是委办嘛，对不？基本上这是嘛是个活动的性质嘛。我简单报告哈，所谓的委办是其实是找不是说委托一家公关公司来办，不是这样子的意思，是委托，比如说跟公所。跟社区大家一起来办，啊、这嘛是一个活动的形式嘛，是又是活动嘛，是。那另外一个方式哈，另外一个部分的讲，你37页部分哈，有一笔办理地方文化馆及大台南生活文化活推广活动，总额共是编670,000。39页，搁一个嘛是同款的科目，办理地方文化馆及大台南文化生活圈文化推广活动，655,000。来，伊顶头嘛是同款的名目，335,000。我请教一下，是有啥物款的活动爱开1,600,000超过啊？都是活动，都是活动。跟议员报告哈，这是中央哈，中央长期以来一个地方文化馆跟文化生活圈的一个计划哈。那譬如说委办费的670,000的这个部分。其实是它跟是文化生活圈跟博物馆日，还有地方文化馆的专管中心的一个计划的经费了，哦，整个计划的经费。那另外，比如说已经有现成的计划喽，有这个都有计划。那你如果是例行性的话，你经为什么它的经费开个这个预算规模算是非常庞大嘞，叶局长？那。既然是如此，为预算规模庞大，你是按哪同款的科目，你啊切做啥位啊？因为为是爱用委办的，为是爱用补助的，啊，所以伊爱坑淡薄同款的科目，啊，包括也有经常门跟资本门的部分。所以总共以地方文化馆、参文化生活圈的部分，
咱你这边也看不出什么哪一部分是金蟾门，哪一些是资本门嘛？你主部门跟金蟾门的比例是占偌济？资本门的部分是在第几页？你稍等，老公好，你聊聊吹。这个部分的计划哈，我想要知道啦，到底实质上你放在这个地方文化馆，它的修缮、经营、日常的推广，还是都是在办一些一日性的、仪式性的活动？这点我要区分非常的清楚哈。是。这高达1600万，三会是金蟾门，三会资本门，我要要求你啊分好够清楚的清楚。另外，你后壁阁有一个其他补，阁一分钟。一分钟。另外，你后壁阁一个新故乡社区营造计划，1090万。我请教一下，你今年是偌济？有算是偌济？一个多少？1000。大概也是1000万。我要求你今年的补助的明细哈，送一份给本会。我要知影你这1000万社区营造做了啥货，是安那开的？敢是真正营造社区，还是迄股搁去补助活动？这拢是营造社区啦。那是营造社区吼，请局长吼，你把详细的明细吼列出来吼。好。那至于说那个博览会的部分吼，是，你250万的部分啦吼，老实讲啊。那就你补助社区1000万，结果你办活动，你要办四分之一去办活动去。我老实讲啊，我觉得这比例哈实在是太高了，你自行稍微斟酌一下。是。我跟郭议员报过了哈，这其实是议会的两难了哈。刚刚有一些议员同事说哈，我们为什么问了这么多都不愿意删？因为我们始终认为哈，文化局的预算是不够，是偏低的哈。这也说为什么在总质询有一些议员同事说我们只有1.几%，不像是当初所承诺的5%啊。那基本上我们都是不忍啊去删除文化局的任何的预算，但是站在一个议员监督的角色，我们还是希望你把每一分钱都能够做得非常的好。这个是议会两难的，哎呀，所以讲你家在两难状况之下，我嘛是爱来问候清楚一寡代志。我先请教那个涂科长一下，涂科长。科长，那个局长，你先稍作休息一下哈。你嘛，咱我就关心哈，交八年的代际。那我想有一些那个文史工作者或学术工作者也好，因愿意来配合做调查的工作，因拢非常辛苦。我们给的资源其实是非常的少。咱讲一句较歹听的，因若要带咱做，咱就叫阿弥陀佛了。结果呢？你丢了一个不到10万的案子，三雕四雕，雕到连迄个名，你都爱跟人问经过恁的同意。什么款的物件，你也要给这些文化团体做，还是要给这些学者做？你就让他们尽量发挥他们专长，不要搞了半天都要配合你们承办人员的意思。哪无教练的意思，你的钱无要给人，那分明是在人格侮辱嘛！是偌济，嘛无超过10万啊！用到尾啊，大家期末期都卖，拢无要请，怎么搞到这种状况啊？科长，我有跟他沟通过了，就是因为我们承办人员他的转达的那个方式，承办人转达就是你的问题啊。对，我们已经有跟他，我跟你每科的科长讲，人阿伯做了就好啊啦，卖人刁啦，刁到这个程度是10万块美金哦。坐下。好，谢谢。局长，我给他请教一下哦。那个联合国的那个世界文学的城市，你才编40万，这40万是代表要申请联合国创意城市奖。跟议员报告了哈，这40万啦哈，而且讲这个文学城市它有好多个指标哈、嗯。那我目前也找了一些文学界的这些学者专家，没有，我是在请教你哈。嘿，是，是不是联合国的创意城市？是，没错。局长，这个问题，你去年业务结算的时阵吼，本身有在请教过嘛？当你101年的时阵，你文化局有宣布要用美食主题作为联合国的创意城市。那到底现在台南市是用美食还是用文学？当初你跟我讲还是说两种？麻烦姐，主席哥几分钟留。当初你还跟我讲说有两种，是美食又是文学，
那现在是定调了吗？定调文学是。定调文学，那为什么？你总是要对外说明一下你这个转折嘛。你先是美食，后来是美食又文学，现在又马上转到文学。跟议员报告，以前就是讲台北市因早咱一步啊，要申请这个美食之城啦。你来改条件啊，台北市偏向用台南美食去做美食城市。是。哎呀、啊，你站在一个城市的立场，你当然要去 challenge 他、啊，哪有这种道理啊？不是城市较大，就会当凊彩摕别人的物件去遐做申请啊？你本身就站在台南市的立场，你要大声来抗议，好容易被你评啥回啊？不是吗？怎么会变成是人家申请了，变我们退居到变美食呢？美食退居到变成文学呢？那不然他真正有法度吗？其实以咱台湾看起来，会当朝文学之城嘛是台南市尔吼，所以咱会感觉。主席谢谢哈、那个局长，我想就教你一下哈。刚刚那个洪一凤洪议员跟蔡玉飞蔡议员在请就教你那个美术馆的一些相建工程的相关经费的时候，何时可以确认说中央到底有没有跳票，会不会补助？差不多当时你会当怎样？你这个是中央的核定权哦，我们当时要咱。无你嘛需要列一个，哎呀，哎呀，你到年底的时阵，你是要哪支要哪支出这个预算？拍火都袂赴啊，够有可能开？你想起嘛知影，之前吴敦义吴院长不是有答应吗？是。市长欢喜甲报纸报告有够大片啊，啊，这样一个变成蒙蒙渺渺。我简单讲啦吼，我简单讲啦吼。如果这条钱，拄只两位议员讲的附带国语吼，我无意见。但是吼，如果中央来跳票，我要一个要求，局长。你应该陪同市长正式开一个记者会，向全体的市民说清楚、讲明白。中央跳票，中央在耍赖，要讲我清楚。是，地方要做是无开来通做，不过这是市长列入十二大建设之中的足重要一项啊。甚至听哥讲，伊上任以来吼，伊提出一寡吼新兴计划当中，这个是相当有代表性。结果若连这项就跳票。就代表中央完全无去重视地方的需求嘛？这有没有问题？我非常认同。要开一个正式的记者会，是跟台南市民说清楚、讲明白。是。第一部分哈，你这个刚刚你回答本席的时候，历史街区的时候，你讲要去补助哈，那调到750万，我看你可能搞错啊。你讲历史街区的振兴计划内底六要到3600万，主要是要开这条钱吧，硬体吧。这是咱硬体的钱，这硬体啊，所以讲是这条嘛。补助不是这条，这条是咱阿弟要做的。这条咱家己要做的呀、啊。啊，我讲这条3000，那是配合拄只7000，进前咱去新寨34啊，那个规划嘛，是75嘛。是。啊，这种每年一年当要执行的吗？是。好，啊，你这个机会要给我哈。好，哎、欸，一定。另外哈、哦，刚刚本席在那个一样哈、哦。在之前的讨论当中，有讨论到那个地方文化馆及大台南文化圈的文化推广活动的时候，遐条3条啊，分裂3条分裂7000，哎、欸，真奇怪，啊，再去搁3条，再一条400，一条500的，是，啊，后壁搁进去3亿的，搁1000万，恁那预算的编列嘛差伤济啊吧？同款的科目的名称，吼、哦，分作6个单位。搁前后差遐尼啊远，局长，你不能跟我们说明一下，为什么预算这么编列？你在考验议员在预算审核的能力吗？不是，很抱歉哈，因为它就是预算科目的规定。譬如说，我们奖补助，我们奖补助500万是要补助政府机关，所以政府机关。桃井毛下、啊，新化相互补助啊。新化桃井毛下就这样啊。这资本门，这资本门就是啊。真硬体，比如说新化杨奎文学馆的修复整建。啊，头前你嘛，然后讲了资本门啊。是。我安尼简单讲啦吼，加千二三，佮加头都要千单吼，加起来要3000的部分吼。郭科长。1670万。好，遐济呢，全部列一份给我哈。分经常门跟资本门。分经常门，分资本门，啊，详细的做。